还有们，我是侯秘书。哎，我是侯子叔叔。我们刚刚已经运动完毕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去吃早餐哦。好时光开饭喽 ，Go。三周的早餐，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影片。如果有任何的建议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你们的订阅是支持我们做影片的动力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一下订阅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